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。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啊？鸡汤不好吗？有干货谁喝鸡汤啊？大企业里边大部分人啊都不知道自己忙什么呢。要死！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？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？出问题了，我们底层员工背锅，让他自己背锅，自己辞职。出成绩了，功劳高层领导抢走。哎，下面执行的。是是。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、拍马屁的，你咱俩这关系，我叫一声哥哥不为过吧？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。那你能替我写吗？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？我为你肝脑涂地。你愿意当我徒弟，那太好了。谁关心来的？别扯了。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，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。别跟我画大饼，没意思。我回家了啊！切记早退。别跟我摆资历，没意思。希望你以后能站对队伍。别跟我玩心眼，没意思。反正我觉得没意思。今年这个班上够了，我不干了。哎，那个谁，段妮来，帮我打个反光板。哎，来了。又可靠又可爱。